月十六号晚，华语乐坛金牌制作人兄弟李伟松、李思松，主题为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30周年作品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场。这对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兄弟，从1984年入行至今，凭借其音乐才华，为华语乐坛创作了大量的流行金曲，成为了众多歌坛巨匠的幕后推手。音乐会现场，李思松、李伟松除了亲自演绎自己的歌曲，更是得到了4位华语乐坛好友的倾情助阵。梁咏琪、彭佳慧、蔡依林、孙燕姿一一登台亮相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华语乐坛30年的经典情歌盛宴。为了感谢恩师李伟松、李思松的辛苦栽培，四位天后更是史无前例的同台飙歌，并引发现场万人大合唱，将气氛推向高潮。